同样183的毛不易蔡徐坤，多次同框后，究竟谁谎报了身高？大家都知道蔡徐坤，因为参加了偶像练习生被大家所熟知和喜欢，刚出道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一时间大家的脑海里听到最多的名字就是蔡徐坤。其实了解蔡徐坤的都知道，也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歌手，也很可爱，身高也是非常的高，官方给的是183，而且毛不易的身高也是有183的。但是之前毛不易很胖的时候，真的是看不出来他真实的身高，还以为他很矮呢，因为每次看上去蔡徐坤都要比毛不易高那么一点点的，感觉现在的蔡徐坤已经不只有183了，恐怕比这个还要高一点的吧。